当然，第一个，请你把 for 回圈今天讲练习题可能要全部再做过。第二个的话，请你把 for 回圈全部的范例再改写成 while 回圈。那这样两个回圈你应该都熟了啦。好啊，不过经常使用，我建议还是用 for 回圈的。OK， 好。那第三个就是说呢，再去练习我们这个几个练习题，就是第一个练习题是什么？质数的判断，这个应该蛮简单的。好。那所谓的质数应该知道吧，哈，这也很简单的一个数学，小学数学吧，哈，就是那个数字啊，除了一和自己本身以外，哈，不能够被整除的话，那它就是质数。反之呢，如果能够被其他整除的话，那它就不是质数了。所以哈，哎，这个逻辑哦，有没有？那我如果希望写出一个程式，它能够让我判断出它是否为质数的话，那比如说我今天哦执行这个给各位 demo 一下，请输入一个整数，假如我输入11的话，enter，哎，它是一个质数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说我今天呢，假如随便输入一个52，它就不是一个质数，哎，特别是哦，所以我刚刚是一个逻辑，那你怎么样可以把那个逻辑变成程式，然后可以让使用者很快的输入资料？并且把答案告诉他，所以会有个输入嘛？输入的话，我们前面不是讲过 input，对不对？有个那个 input 括弧让它输入，输入之后的话呢，它会是一个字串。但你可能要判断的话，你可能要转型嘛，哈。那当然再来的话，就是说再跑一个回圈，那个回圈的范围哈，一不用嘛，因为一以外嘛，二嘛，二到自己也不用，所以自己的前面那个数字。你可以用那个前面 person 刚刚用过嘛？person 是求余数嘛？哎，如果那个求余数啊，如果能够被整除的话，就等于零嘛？有没有？哎，刚才有用到过嘛？如果能够整除的话，那它就，哎，就能够被就不是质数嘛？反之就是质数了。OK，所以哈，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哈，我这个程式哈。大概刚刚讲的东西哈，我们就可以很快的把程式写出来。第一个呢，我先宣告一个变数 true false boolean 嘛哈，这个 result 指的是它返还之后是不是一个true。假设它是 true 的话，那它就是如果它是一个 true 的话，那表示呢它就不是一个质数。如果 false 的话呢，那就是一个质数了。OK，那我这边的话就是请输入一个。值，当他输了一个值之后呢，这个时候呢，进来的东西它是一个字串，所以我把它转型成 int，OK，转过来之后呢，放在这个 prompt 这个变数里面，OK，比如说我刚刚输入52嘛，那52进来之后的话，for i in range，当然我这个地方不是从一开始，我从2到他自己的前一个号码，哎，那我做什么呢？我用那个 person 哈。去除除看，如果能够整除的话，哎，那表示什么呢？表示呢，它就不是质数，所以 result 的话就 true 了。true 的话意思是说能够被其他数给整除的意思哈。然后 break 的话，我刚刚讲过了，就是因为呢，你如果能够被这个整，那表示不用再往下找了，因为到这边就 OK 了，所以把它跳离 break 之后的话。那再来的话，如果哈结果哎 result 如果等于什么等于 true 的话，那我就秀这个；反之的话呢，那我就秀它是一个质数。OK 哈，那这个 result 这个指的是能不能被其他数整除的意思啊。那初始值不是 true 就是 false，因为它是一个布林值啊，布林值里面的话不是放 true 就是放 false。OK，那当然这个写法哦，你如果不喜欢的话，你也可以把它改掉。哦，你如果说，那这个地方还是可以有商榷的空间的哦。OK，那请各位试一下啊。如果假设啦，当然这个只给各位参考。如果你觉得这个里面的变数啦，或者是写法你不是很喜欢，你比如说你觉得，哎，老师我不喜欢用 for 回圈，我用 while 回圈来写，各位当然也可以啊，哦。而且是不是说这边跑完之后直接输出就可以了？好像这边是不是可以不需要写？这也可以商榷一下。OK 哈，当然我觉得啦，里面你习惯，然后写出来你觉得最 OK 的方式哦，那请各位试一下，来画面先还给各位哈。
练习一下，就是把前面所学过的东西来撰写一个，就是哈判断是否为质数的一个练习题。啊，逻辑很简单啦，就是先让使用者 import 请输入一个整数，啊，它输入完之后呢，那当然是一个自串转型，那你再去怎么呢？跟从2到 它自己本身的前一个数字哈，求余数能不能整除？如果能整除的话呢，那你就 break 掉，啊，然后 redo 回来的结果呢，那你就是什么？就是它就能够被其他数整除，就不是一个，不是一个质数，就print 结果出来哦。那请各位试一下这个部分哦。